这样哈、哦，这司机就没还会受伤。好、哦，然后这边是红树林啊。嗯。然后现在很多鸟类，有一颗颗航拍车都在那个地方。嗯。哇，你看你咱那在爬山路，无在出咧出就足危险，哇，嘿，哈。这间屋子是要做以前是赏鸟亭哦，赏鸟亭了，它已经建设10年了，原本是这个海风大，嗯，正开就弄三年，容易快降，嗯所以现在整个人也在回流了，嗯。